我真的学了妖龙的术法，当年你教我，人妖并无善恶之分，善恶皆有之，欲善者则真诚以待，欲恶者则不可胆怯。 我虽被逐出晨星山，但我这一路都谨记师父的教诲。可现如今，你却变成了善恶不分之人，凌霄，你真恶心！啊！ 魂鞭九九八十一鞭，方可抽碎石海，毁掉护心灵的灵力。真人才刚刚第九鞭，怎么，心软了？九九八十一鞭，我一鞭都不会少。只不过我在今日执行完而已。素影真人只身闯进我晨星山禁地，干扰我门中之事。 医术有违礼数，子辰在，请真人离去。是，此事现在关乎的是整个玄门，并非你晨星山一门之事。九九八十一鞭，少一鞭我都不会离开。明日此时，我将在此再次执鞭，真人大可。 前来见证。好，叨扰了。师父，叶慧虽然修行了龙的功法，但她从未做过坏事。不要再说了。 你好好看管此地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